是那个今嘛，在我的心内，爸一直都是我的外壳。有什么代志，伊拢家己担起来，我从来毋捌想过。有一天，你看到伊遮尔啊虚弱，倒伫个病床，我真正毋敢想。我爸的日子是要安怎过？看你不比我爸手术成功，平平安安，健健康康。天主，本宗才虽然不是我的爸爸，但不过我在本家这段时间，伊把我当作是家己的亲生后生同款，对我付出真心的关爱，让我感受到爸爸的温暖。我在这衷心的祈祷，本宗才伊的手术会当成功，让我有机会会当友好个给爸爸同款，继续友好。有爱有拖磨。